现在开始采访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玩趣桌游王老板。Hello。接下来我要问你几个问题。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桌游店呗。好啊，我们店里主要就是做一些战争模型啊，包括说一些桌面游戏这样子。受众群体的话，就是一些学生和一些年轻的社会人员吧。然后呢？再问你个问题，你为什么选择把店开在梁溪区呢？因为梁溪区是我们无锡市的市中心嘛，包括说一些写字楼啊、学校啊，还有一些工作单位都比较多，人流量比较大，比较方便我们接待客户嘛，也是无锡的交通枢纽。那据我所知，你也是在梁溪区长大的是吧？那你对梁溪区有什么看法呢？梁溪区对于我们无锡人来说，就是，城市当中最繁华的一块吧，也是我们无锡市，美食还有一些，其他的娱乐场所最多的地方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我们的采访到此结束啦。好，拜拜。Thank you.